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喽。好，各位杰斯家人们，现在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哈，很开心受到邀请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了。人家都叫我叫花木兰，对，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兰字，然后谢谢，你好你好，好，里面有一个兰字，所以大家都叫我叫花木兰。那我呢，我以前是从事传统戏曲表演的工作，我在从事表演戏曲工作有在戏曲舞台上面有30几年了，对，然后是后来因为家庭因素就离开了剧场，现在偶尔去接演出而已。但是跟后来跟先生自己创业，那创业相信线上如果有当过老板的伙伴哈，其实创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你什么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承担啊，然后还有工作啊，就是这样子，你老板你好像没有生病，没有休息的权利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今天休息了，你就没有收入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不敢休息。可是在那个不敢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意识到一个，就是很想要去找机会。那刚好我的朋友呢，我最好的朋友呢，就是我的推荐人怡娟老师呢，他就跟我分享了杰斯这个平台。那我一听我就觉得哇，这个平台真的很棒。除了说在这个平台呢，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去创造我们自己的财富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创造就是时间的自由，然后我们可以去倍增我们的时间，然后有一个被动收入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呢，就一直到从那时候在注册为会员以后，就开始在这个平台上面学习。那我要分享的是我在这个平台上面获得的说真的是我自己很大的改变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的个性吼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我也觉得说我的行动力也很差，但是我在这个平台我获得的是我对事情的一些看法变得不一样了，我也比较敢去做梦，所谓的做梦就是说我比较敢去梦想，以前我都不敢有梦，对，所以也就变得不敢行动。那在这个平台认识的这个平台，在杰斯里面我获得的是，就是说你敢做梦了，然后你敢去追求，你的行动力也变提高了，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平台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说你有机会获得财富自由，你还可以学习到你不管在课堂上啊，或者是有时候在工作领域啊，你可能都学不到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平台，每个人都带着杰斯的文化，就是爱、感恩、奉献，来在这里为人人服务。当你为人人服务的时候，人人就会为你服务。对，好，那今天我们因为我们有很精彩的课程，今天的讲师呢，他是一个从事军旅生涯20年，然后后来退伍，自己就是开了营造厂，然后是一个营造厂的老板，然后也非常，我对他的认识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好学，然后有冲劲的一个，对我来说他是年轻人啊。我在私底下在开玩笑说，他都说我很年轻，我就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45入已经要是5年级生了哈。OK， 好，那今天这个讲师呢，就是文香老师他，带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课程要跟大家分享，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创富商机，然后还有后台管理这个部分。那我相信在线上的伙伴呢，在我们认识杰斯这个平台呢，它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平台啊，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的课程，由文香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来打开我们的思维也好，打开我们的观念也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耳朵跟打开我们的心，来好好的去学习今天这一堂课。那我们刷线上的伙伴，我们刷一排爱心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文祥老师，谢谢。
Hello，大家好，我是文祥。哎，大家吃饱了没？大家有吃饱吗？很感谢我们今天的主持人花木兰的介绍。那刚刚花木兰讲到一个，我觉得她讲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她从一个戏曲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一个职业，然后想变成一个老板娘，然后敢做梦，敢去追求。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我不知道现在哦，在荧幕前的你们，你们敢不敢做梦？你们敢做梦的，打个888，让我知道一下，有谁敢做梦的？888，我相信来这边的人应该都是敢做梦的人吧？大家要有互动啊！今天大家上来上课，也不能说上课啊，你既然你想要花个时间上来这边，学些东西也好啊，然后。认识我也好啊，然后来看看这场秀也好，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投注在这边。那我今天讲的课程呢，叫做创富商机跟后台管理嘛。那其实后台管理跟创富商机，这是我们杰斯一个很大的卖点，也是杰斯里面一个很重大的武器。那我这边还是先谢谢我们主持人的刚刚的开场，真的很感谢他。我们大家刷个999，好不好？祝他在杰斯能够长长久久，然后我们感谢我们刚刚主持人的开场。好，那接下来我的干货就比较干了哦。好，你如果想睡觉的，麻烦去喝一杯咖啡。好，麻烦去喝一杯咖啡，因为今天讲的东西比较干一点，就是创富，好，然后的商机，然后后台的管理有没有很干？听到就啊，后台有什么好讲的？哦，等一下我讲完之后，你会觉得我们的后台。是真的很厉害。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大家来醒脑一下。刚刚主持人有介绍，我是20年的军旅生涯，对不对？那我先放一个短片给大家看一下。我放一个短片，那这个短片呢，是一个美国的海军上将，他对一个毕业生所讲的一段话，只有3分钟。那这3分钟讲完之后。我是希望有人可以上来分享，你看完这个短片，你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会随机抽，因为线上很多人我不认识哦，因为很多最近好像有蛮多团队都是大爆发的。希望等一下你看完这个短片，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心得。那我会随机抽，我刚才看到有花那个什么美国的哦，美国的 Anna，哎，我有可能会抽到你哦，所以不一定会抽到谁，因为认识的，那你更要小心了。如果你是我认识的，你更要小心。那我现在我放一部片，让你们看一下这部片。那你看完之后，4分钟的片，看完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启发？很多人看过，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集中精神看一下这部片，让你知道这个跟我们大家有什么息息相关的关系。那我就。分享一个短片给大家看一下哦。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start off by making your bed. If you make your bed every morning, you will have accomplished the first task of the day. It will give you a small sense of pride, and it will encourage you to do another task, and another, and another. And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one task completed will have turned into many tasks completed. Making your bed will also reinforce the fact that the little things in life matter. If you can't do the little things right, you'll never be able to do the big things right. And if by chance you have a miserable day, you will come home to a bed that is made. That you made. And a made bed gives you encouragement that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o pass SEAL training, there are a series of long swims that must be completed. One is the night swim. Before the swim, the instructors joyfully brief the students on all the species of sharks that inhabit the waters off San Clemente. They assure you, however, that no student has ever been eaten by a shark, at least not that they can remember. But you are also taught that if a shark begins to circle your position, stand your ground. Do not swim away. Do not act afraid. And if a shark, hungry for a midnight snack, darts towards you, then summons up all your strength and punch him in the snout, and he will turn and swim away. There are a lot of sharks in the world,
you hope to complete the swim, you will have to deal with them. So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don't back down from the sharks. Over a few weeks of difficult training, my SEAL class, which started with 150 men, was down to just 42. There were now 6 boat crews of 7 men each. I was in the boat with the tall guys, but the best boat crew we had was made up of the little guys, the Munchkin crew, we called them. No one was over 5'5". The Munchkin boat crew had 1 American Indian, 1 African American, 1 Polish American, 1 Greek American, 1 Italian American, and 2 tough kids from the Midwest. They out-paddled, outran, and outswam all the other boat crews. The big men in the other boat crews would always make good-natured fun of the tiny little flippers the Munchkins put on their tiny little feet prior to every swim. But somehow these little guy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always had the last laugh, swimming faster than everyone and reaching the shore long before the rest of us. SEAL training was a great equalizer. Nothing mattered but your will to succeed, not your color, not your ethnic background, not your education, not your social status.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measure a person by the size of their heart, not by the size of their flippers. The 9th week of training is referred to as Hell Week. It is 6 days of no sleep, constant physical and mental harassment, and 1 special day at the Mud Flats. The Mud Flats are an area between San Diego and Tijuana where the water runs off and creates the Tijuana Sloughs, a swampy patch of terrain where the mud will engulf you. It is on Wednesday of Hell Week that you paddle down to the Mud Flats and spend the next 15 hours trying to survive this freezing cold, the howling wind, and the incessant pressure to quit from the instructors. As the sun began to set that Wednesday evening, my training class, having committed some egregious infraction of the rules, was ordered into the mud. The mud consumed each man till there was nothing visible but our heads. The instructors told us we could leave the mud if only 5 men would quit. Only 5 men, just 5 men, and we could get out of the oppressive cold. Looking around the mud flat, it was apparent that some students were about to give up. It was still over 8 hours till the sun came up. 8 more hours of bone-chilling cold. The chattering teeth and the shivering moans of the trainees were so loud, it was hard to hear anything. And then one voice began to echo through the night. One voice raised in song. The song was terribly out of tune, but sung with great enthusiasm. One voice became 2, and 2 became 3, and before long, everyone in the class was singing. The instructors threatened us with more time in the mud if we kept up the singing, but the singing persisted, and somehow the mud seemed a little warmer, and the wind a little tamer, and the dawn not so far away.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n my time traveling the world, it is the power of hope, the power of one person, a Washington, a Lincoln, King, Mandela, and even a young girl from Pakistan, Malala. One person can change the world by giving people hope. So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start each day with a task completed. Find someone to help you through life. Respect everyone. Know that life is not fair and that you will fail often. But if you take some risks, step up when the times are the toughest, face down the bullies, lift up the downtrodden, and never ever give up. If you do these things,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generations that follow will live in a world far better than the one we have today. And what started here will indeed have changed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We'll give our影片刷一个5555，你看完，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影片来个5555。然后我现在抽一些人来自那个心得感想，有没有人想要自愿的？有没有人想要自愿的？因为我觉得我课程啊，还有我比较常在跟人家在荧幕前面做互动，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做互动。好，因为今天的课程他讲的是后台管理，后来讲后台管理，那我之后会来讲后台管理，但是我想说用前导前面这个部分，因为大家都是在节食努力的人，那我想要听一下
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这边看到，我来抽一个好了，真的是随机哦，我不认识这个人哦。我看一下陈菲菲好吗？你在线上吗？陈菲菲，这个，哎，花木兰你在笑，他是没有，怎么那么巧啊？陈菲菲是我的伙伴哎、欸，真的哦，太棒了，真的。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要先抛砖引玉一下，先分享啊，你既然点到我的伙伴，我当然要把这个机会让给我的伙伴。好，等一下，等一下，菲菲先分享，后面有个信如举手了，等一下我。好，进入下一位，好不好？那菲菲，我想听一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完这个短片你的心得，好不好？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是，真的是要走出舒适圈，你要挑战每一个任务，挑战每一个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像一个阶梯一样，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往上爬。对，其实短短的分享，谢谢。来，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来，我们刷个八八八，谢谢他的感想。他讲的很棒，就是有梦，逐梦踏实嘛。对，我们有梦，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追。那你一定要离开你的舒适圈，你才有可能追求到你想要的梦想。那刚刚我看信如你举手，你是不是也想分享呢？刚刚还是你不小心按到的。啊，文祥啊，这是家人，大家好，啊，我是德芳，哦，德芳哦，是德芳哥，是，哎，我感想是意志力、希望、不放弃，啊，以上祝福大家，是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也刷个八八八，谢谢我们哦，来自云林嘛，对不对？德芳哥，哦，德芳哥。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哦！刚刚看了这个短片，为什么我想要把它当做一个引导？这部片我看了很多次的，那我本身也是军人退伍的，所以对，在军中啊，我学到一个对我来讲是这辈子很受用，就是坚强的意志力，坚强的意志力。好，那你刚刚如果有看他后面有讲到一段话，大家相信希望的力量。希望的力量，然后尊重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就可以成功。诶，这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我是看完这部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开头讲的，每天做好一件小事，他的小事是什么？他刚刚讲的，他开头讲了每天做好的那一件小事，折棉被。对，折棉被，有人知道折棉被。对，大家做每天做好一件小事，好，即使你今天出去伤痕累累回来，诶，我的棉被诶折好的，我今天我完成了一件事情。那所以每天做好一件小事，好，可以让你带来启动你这一天的活力。那我的开场我这边做到这边，那我现在要开始讲一下我今天的课程。我今天的课程是要讲创富商机嘛。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短片啊，我要分享我的 PPT。今天要讲的是创富商机。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2022年的趋势是什么？打上来，打在上面。我边开，然后我边开简报，你们可以边互动。你们觉得2022年的趋势是什么？你可以打在聊天室上面让大家看一下。网路，哎，有人打网路，不错，网路。还有没有？还没有。网路还有吗？哎，大家杰斯的家人应该要对于哎通膨，哇，洪城大哥对这个就是高手了。对，通膨还有吗？还有没有？你觉得2022年的趋势是什么？电商没错，健康产业，对，电商，对，电商也是，对，电商也是。还有没有？你尽量发挥，我等一下会讲2022年的商业趋势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创富商机。既然我今天要讲商机，大家一定要知道要与时俱进啊，你不能再活在你90年代80年代，现在是2022年了，你觉得2022年的产业菲菲讲了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厉害厉害。博勋说网红，诶，也可以，那我就不卖关子，我现在
一个一个像下去，一个一个讲给大家听哦。这个资料是我在网络上我收集了一下子，收集了一些网络资料，它上面说的是2022年它的商业的趋势是什么？商业趋势，好，商业趋势。第一个，永续经营，能够有弹性的组织，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饶舌？听起来很饶舌。你这个商业模式，2022年哦，这个我会跟你讲，这个我这个参考的网址是哪边来的？在《哈佛商业评论》里面讲着，随着全世界的消费者的意识、环保意识抬头啊，每个企业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商业活动，然后达到节能减碳。那这个跟我要讲的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减少商业活动，那达到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条件。现在有越来越多人，PPT 没有换吗？我现在应该大家看到是趋势一吧？我才讲趋势一而已哦。永续没有没有没有看到，现在的画面是那个你的图片。我的图片是哪个图片？就是今天的海报，今天的 DM。上课的 DM 还没换就对，嗯，好，不好意思，我再分享一下这个呢，有看到吗？有未来的商业趋势如何？ OK， 谢谢花木兰。那我讲，先我再重新讲一次，现在的趋势，趋势一，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第一个永续经营跟弹性组织，这个跟我们节制有什么相关？好，随着世界全球消费者环保意识抬头，每个企业都要减少商业活动的环境成本，达到节能减碳，然后具备永续经营的能力。好，这听起来大家可能听得很模糊，说这个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再讲下去你就听得懂了。现在美国人越多，现在不止美国啊，全球越来越多的企业公司，他们的员工是不用进办公室的，只要有手机有笔电就能够办公，然后他们俗称这一群人叫做数位游牧员工。这个跟各位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你打有，让我知道你体会到这句话，让我知道你体会到这句话。未来的公司，他的条件不用进办公室，他只要有手机，只要有笔电，他就能够办公。然后这一群新的民族、新的商业模式，这一群人叫做数位游牧员工，这个跟大家就有没有关系了？好，再来要继续哦。那杰斯公司啊的体质跟架构是朝永续经营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半家家酒哦。有些人是沾一下走啊，跳来跳去啊。那我觉得杰斯公司达到一个无店铺经营的理念，这个就是我们趋势一。就是我们趋势2022年的未来的趋势，第一个永续经营弹性的组织，它可以很弹性的工作，很弹性的工作，然后得到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条件，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叫做维持人力与 AI 之间的平衡。我今天讲的非常的干，你要很注意听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哦。维持人力跟 AI 之间的平衡，有些东西机器人能做的就让机器人去做，有些东西只有人能做的哦，就是一定要人能做。我讲回来，杰斯好了，送货需不需要各位去送？送货需不需要各位去送？不用，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送货是达到全自动化的，你包含从订货、送货到你家，宅配到家是完全自动化的。那我们的奖金的计算全部都是自动化，你不用在那边写记账、写账本，对不对？所以人力跟 AI 之间的平衡，你有没有发现还是很多直销公司？每天寄货、包货、寄货，他还很引以为傲。我每天看到这些人，我就觉得你不累吗？
你不累吗？2022年了，能够自动化的东西就让它自动化。像我们的奖金是自动化的，我们的物流是自动化的，但是维持人力，人力是什么？什么需要靠我们真的人出去拓展分享嘛？分享一定是透过人啊，有些人用录音带，有些人用机器人，但是效果不好。最主要的，我能够出去分享，如果疫情期间，我可以透过荧幕跟大家分享这个商机。哦，所以人力跟 AI 之间取得平衡。哦，有些人能做，人可以做的，就人来做。那像物流啊，然后记账啊，然后算组织啊，然后发奖金啊，这些能够自动化，就是能够自动化，就让它去自动化。像组织的结构会更扁平。他说扁平的意思就是，从上到下之间的距离会更短，哦，距离会 更短。我今天讲的是不是很有点小小的专业哦？所以你一定要很专心听才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好，哦，这个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你外面一定听不到，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边找。好，再来第三个趋势，然后再来第三个趋势，品牌之间要有人性跟个性。那我这边又要跟各位做互动了哦。现在的消费者寻求的是跟品牌之间建立更有意义的连结，这个很重要哦。消费者跟这个品牌的连结要更有意义，好，更有意义，要更有价值，才会有所谓的粘着度，才会有所谓粘着度。品牌，各式各样的品牌，不管它是什么产品，哦，你车子也好啊，房子也好啊，你的保健食品也好，每个品牌都要有人性跟他的个性。我先来问一下，杰斯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价值？去想一下就好。你为什么那么始终在杰斯？为什么你要加入杰斯？这个品牌在你心目中它的价值定位在哪里？哦，价值定位在哪里？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家不要睡着咯，来，你觉得杰斯现在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在哪边？请你打上来，让我知道一下杰斯现在这个品牌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来互动一下，麻烦你可以打上来，杰斯现在在你心目中它存在了什么样的价值？打在聊天室上来，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人生希望这个目标很棒，还有没有？大家互动哦，要动起来。大家来这边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来听我讲课，我是希望能够大家有个互动，哦，有个互动，那让你也知道我今天讲这短短的几个字里面有很多意义跟意涵，你要去了解我们现在商业趋势是什么，你之后推广你心里才比较有底气啦，比较有底气。人家还在讲什么大健康啊，还是什么日用品啊。我跟你讲，你的方向，你只要把这四个趋势记住，跟我们的杰斯连接在一起，我跟你讲，你是个非常棒的直销人，哦，非常棒的传销人。那我看到结缘的幸福人先说健康先进，组织人性化，对，然后一个5769帮助人健康财富，很棒。我觉得这就是杰斯在你心目中的价值。那你要怎么把你心目中这个价值传递给更多人？这是大家要做的工作，哦，大家要做的工作。第四个趋势，互相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多的直销公司，全台湾现在有378间，现在已经不是公司产品制度的天下了。公司产品制度这三个只是基本条件，哦，三个只是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团队的条件，哦，这团队的条件，这团队，我们整个杰斯整个团队有没有办法互相合作，哦，这是现在那个互相合作，是现在大家各个产业都在寻求的一个目标，哦，我银行业可以跟谁合作？我银行业跟餐厅合作啊，跟汽车合作，跟房地产合作，
好，那我车子我要跟谁合作？我车子我要跟网红合作，我要跟很多公司合作。这个供应链已经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了，哦，一对多了。那最后再去开发消费者，所以互相合作很重要。2022年未来的商业趋势就是这四条，哦，这四条。那我参考的文案在底下，如果大家有很有兴趣想去了解这一块更仔细的，我的文案的参考网址在底下，大家去看一下，好，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商业模式跟各位我们今天要讲的杰斯息息相关，好，息息相关。听起来，可能听了第一次听，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吸收，但是大家去仔细去看一下它里面的字面的意义，你会了解更多，哦，你会了解更多。再来，大家猜一下，开发一个 App 的成本要多少？有没有人知道开发一个 App 的成本要多少？有听过吗？好，我这边不要浪费时间，我来讲，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开发 App 的成本。上面的币值计算是用澳那个港币的计算，港币的计算。你这个 app 如果要开发，一个月内开发出来，大概要花3万港币，哦，3万港币。那如果是3万到半年开发出来，大概最多要花到50万。那像我们杰斯的 app 啊，然后网络平台啊，然后我们所有的资讯的软硬体这么完善的，它开发时间应该超过一年。那它的投入成本在100万港币以上，甚至更多，哦，甚至更多。我们先不要讲伺服器跟硬体的部分，我们先不要讲硬体，我们光讲软体。你手机现在的 JM 的 JMobile 的系统就好，这一套系统你加入杰斯，这套系统就是送给你的。那开发成本超过100万，那我有听过是100万港币，也有听过100万美金，都有。那所以大家要把自己的定位设定好，我加入杰斯，我拥有的武器是什么东西？拥有的武器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跟人家讲？你现在我杰斯到底有什么比人家好的？有什么比人家好的？这一套 JOffice 的系统，全球事业平台在市面上独一无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市面上哦。没有任何一间的传直销公司也好，你从微商更不用说，微商更不可能有这一块。那这一块 JOffice 的全球事业平台是我们杰斯人独有的东西，哦，是我们杰斯人独有的东西。大家有没有操作过，啊，我比较好奇这个部分。你不会操作 Office 的后台的有没有？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不会用的。你会用的，好，你会用的，你打个222好不好？3个2，让我知道你会用222，这样我讲下去才有延续啊。222，好，博章222，人谦2，花木兰222，传刚大哥222，艾丽222，还有没有？花木兰222，你多打了一个二，还有谁？你没有回应我就把你踢走哦，还有没有222？来。菲菲222，美慧姐222，好，大家要踊跃的，哎，5769222，哦，我们线上那么多人，哦，大家不要，我们现在有60多个人，好，哦，英秋姐222，哦，我要希望刷到一排的222，大家看一下，我刚刚的问题就是你会使用这个平台，你有用过的就好，哦，那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多人，文琪22，红尘大哥22，我现在好像在点名一样，财神22 ，Jennifer 22，太棒了！我这样这样子，大家哎，有个呼 Anna 22，美国来的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区域市场有几国啊？150多个国家。为什么要选区域市场？因为我们杰斯是做全球还是做台湾的？我们是做全球，号称做全球嘛。那号称做全球的公司很多，那我们杰斯不是号称做全球，我们杰斯公司是实打实的做全球，哦，实打实的做全球。
为什么这张厉害的地方在哪边？有人可以讲一下这张厉害的地方在哪边呢？假如我今天有个香港朋友，哦，香港好像太接近了，有个非洲朋友好了，那我的区域市场点下去，它会显示什么？非洲文呢？你这个网页整个全部会翻成非洲文呢？那这样对于大家去推广你的事业会不会更有帮助？我相信是会的。像我上个月推荐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我点进去，哇塞，就马来文了。马来文大家有看过吗？我看了，我真的看不太懂，我真的看不懂。那所以这个区域市场，你去跟同样是做传直销的，你去跟他讲，那我上礼拜跟你做东森的讲，东森他也说他是做全球，那我说好，你的全球在哪里？让我看一下。他说有啊，我在上海，我们大陆也有做啊，我们香港也做，也有啊，我们台湾也有。所以你的全球只有三个国家吗？哎，我听完还蛮好，我又觉得我很骄傲，说哎，我在杰斯，我就翻给他看，上面有国企的，上面有国企的，就是我们可以畅行的国家嘛。对，就是我们畅行的国家。所以这个区域市场大家知道，这个区域市场也是我们的武器之一。我今天不太想跟大家讲操作，因为操作大家要多摸，我自己去多摸。我要怎么多摸？就推荐人多一点啦，帮人家多注册一点，你就知道啊，这个这么好用。我今天不想操作，我想要跟各位讲我们的网站跟人家强在哪边。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比较去了解我们的网站，我们的武器跟人家强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有别人没有？这是我常常去跟人家沟通，为什么人家跟我一对一，人家很难讲得赢我的原因是，我把我们杰斯的优点全部都把它最大化，最大化我们杰斯的优点。那你觉得我们这全球市场你觉得很优的，你打333，我随时要提醒大家，我们杰斯很优。那你听到我，你觉得这个区域市场，我们杰斯可以打这么多国家，你觉得很厉害的，然后打个333，一排333，让我知道你还在，你有在听这堂课。好，这个是区域市场。再来，每一个人都有专属的网址。我刚刚讲，大家还记得吗？一个 app， 你要自己去写一个 app， 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有可能要花到100万美金，你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网址哦，拥有自己的平台，拥有自己的后台。那这个你知道你的商务账号了吧？这商务账号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账号，独一无二的网址，这等于是你的空中商店，你的网络商店。你要去架构一个网络商店，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钱，我们的资金也不够，而且网络商店不是开的而已哦，网络商店开下去你还要维护它。那这样各位知道你这个网址到底它到底有多厉害了吗？为什么我们加入花个一两万三四万七万块十万块加入，我们可以拥有这么棒的一个东西，这么棒的一个东西，这也是杰斯的武器。大家记起来，如果我要去外面跟人家沟通，去跟人家吵架也好，让他知道我们杰斯到底有多强大，让他知道我们杰斯的优点真的很棒啊。我们拿数据出来看，我们把我们的后台，把我们的网页摊开给人家看，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的杰斯的到目前为止做资讯化做的最畅通的还是杰斯啊，还是杰斯。然后再来入会的三个流程，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哦，你要确定，哦，我要推荐的人他加入位置，加入的位置只有两个，你知道的打上来。加入的位置只有两个，你知道的打上来。第一个，确认加入者的位置。哎，玉婷姐，左右还没有其他的？他只有两个位置，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对，就是只有左右，没有前后上下。确认加入会者的位置，哦，这很重要。然后第二就成为会员嘛，
好，成为会员，这是第二步。第三个就是挑选套组，然后去设定自动订货，这样就代表入会完成了。好，入会完成。那我后面的东西我不想讲太多。好，加入杰斯有没有人不会操作的？推荐人商务账号，自己的账号自己知道吧？像我很多伙伴，我不知道自己的账号、欸，我的笔记本在那边，我的伙伴很多，然后我都帮他们记账号跟密码。那有时候会忘记嘛，熟记一下自己的账号、哦。如果你不熟，那代表你太少用，或者是你代表你推荐的人太少。好、哦，所以第一个，哎，商务账号，再来这个页面你很清楚啊，怎么申请加入？哦，选择地区跟国家，选择语言，然后这一连串，这个有人觉得很繁琐，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先进。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很先进？因为我们台湾的关系很，我们台湾还是很多，我们台湾的法规还是会让我们去写那个申请书，那是没办法的，因为这是台湾法规，我们避不了。但是你要加入一间公司，你要申请成为他的会员，因为我们在上面 KK， 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了，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了。那像我那马来西亚朋友，他加入进来也是，就是他就哒哒哒哒哒哒 KK 一整串做完，他就成为我的伙伴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非常的方便。那这边有没有很陌生的这些？哦，我填经销商名称了，后面这些个人资料填写，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哦，很基本的东西。这个我就不多加赘述，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好、哦，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杰斯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还有我们杰斯的优点，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你要把我们杰斯的优势最大化，优势最大化。你出去跟人家沟通，你去跟人家讲。分享，你才会比较有底气。好、哦，你才会比较有底气。我们就是这么，我们的各方面就是这么好啊。没错，我们各方面就是这么好啊。那我们，哎，什么是重销日？你知道的，哎，我上面有写哦。重销日，你要熟记你的重销日啊。好、哦，不要忘记啊，那个你重销是哪一天？那像我都不会忘记，为什么不会忘记？因为我重销日。我的重销的日期好像是三年后吧，我的重销日期是三年后，哎，怎么办到的？怎么办到？你可以问一下你的推荐人，为什么我重销日期是三年后？然后你要做重复消费啊，然后预购重销啊，这个都是一些你要去记一下的专有名词，就是重销日啊、重复消费啊、预购重销，你会常常听到很多领导人在讲说啊，又套组出来了。哦，他的套组可以哦抵重销，什么叫抵重销啊？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做抵重销啊？为什么这套为什么我可以预购到明三年后？哎，这个大家可以去想，去问一下你推荐，为什么我一想他可以预购到三年后？那、啊、什么是重复消费？什么是预购重销？好，我们往下看，那我们去设定它，哦，设定。这个就是我们的 smart 去设定我们重销日或你要你的产品好，你如果不想忘记你的重销，我是每个月28号要重销，好，每个月28号要重销，你如果会忘记，你就去设定，那时间到它就会自动帮你配送你所选的产品，它自动配送到你家，哦，很方便，这对我来讲是很方便，对其他公司来讲，它很多我遇过很多公司。康利啊，康远啊，还有你大家应该有听过吧，然后还有一些公司，他们还是一样是手工嘛，还是用人工订货，因为他们也是虽然是上网，但是他们还是用手工人工在订货，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先进，可以去预购、哦、去预购这种东西、哦、去预购这种东西，然后我们系统里面可以去看一下营运报表，好、哦、营运报表，营运报表是做什么的？如果你有经营公司啊，你会像我有经营公司，我的营运报表一抛出来，上面有我的账，有我的账啊，然后有我底下的配合的厂商，林林总总。那我自己做很麻烦，我自己都是用 Excel 乱 key 啊，自己要 key 要去用。但是这套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你推荐了几个人，
你推荐的人现在还有没有在动？那你有底下有多少合格？你底下的人他的位置在哪里？他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营运报表是非常仔细、非常清楚的。因为很多人，我的伙伴说：“哇，我们东西这么多，怎么看啊？这么多我又看不懂。”为什么会看不懂？为什么大家会看不懂？你知道？第一个，你的组织太少，所以你看不懂；第二个，你的收入太少，所以你看不懂；第三个，你的奖金太少，你看不懂。如果你的奖金多，你每天都在看；如果你的组织人，哎，我今天又多了，我怎么今天又多了一些人？哦，我今天怎么积分又变多了？你会强迫自己看得懂它，哦，你会强迫自己看得懂它。所以我觉得这个营运报表啊，这个我们后台你要常常去摸，常常去摸，你就会熟能生巧，哦，熟能生巧。那也是跟各位讲，为什么我们的 app 我们的后台，我相信杰斯一定花超过100万美金在这上面。这么大建制，这么大的系统，是要让大家推广杰斯能够更顺利，能够更有利。你把你的优势讲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再来，我们全球的我们的组织发展管理，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你手机如果你有在看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页面，它上面有什么奖金收入明细，细到每个礼拜哦，细到每天，细到每秒，细到每分每秒都有。每个月的碰局奖金，每个月额外的管理奖金明细，全球你全球有多少下线人数，那你全球各国的业绩报表等等，这些东西要建制起来是非常繁杂非常复杂的。这个东西杰斯送给你，这个东西是杰斯送给你。我知道有一间直销公司叫做美安，他们每个月要缴的网络管理费多少钱？知道的人帮我打上来好不好？我会忘记多少钱。他们是每个月要缴网络管理费的。我记得我们杰斯好像没有在收这，没有在收这条。哎，博商640，你知道哎？我真的有人知道。对，这间美安他每个月要收的网络管理费，每个月哦。你扣除重销，你还要每个月收640块。大家看一下，我们杰斯对各位真的是很棒。然后再来一个2009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崛起。2009年，那2009年这个数字，2009年这个数字跟杰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杰斯创立的那一年，互联网杰斯，然后再来我要讲的电子钱包关联在哪里？哦，电子钱包在我现在在2009年，那是天哪，这个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东西啊，怎么会有电子钱包这种东西？我们的钱全部在网络上面都看不到它的，但是它可以转到你的银行里面呢。而在你要想一下，从回想到13年前那个时空背景，电子钱包这个概念一出来，天哪，我支付宝都还没有那么畅通的时代，我们杰斯就已经在使用，一直用到现在，用得好好的。有没有人领奖金有 delay 过的？没有，上面清清楚楚。那电子钱包你不会设定的，相信大家都是杰斯会相信，我也相信你已经设定好，我也相信你已经设定好 你要启动你的电子钱包，你的账户要做好嘛？那代币设定啊，台币账户设定跟资金运用你做完了没？电子钱包你还没设定好的，去找一下你的推荐人，把你电子钱包设定好，因为我怕你以后会很有钱，你要设定好你的钱包要领得出来啊！我每个礼拜 领钱 很开心的，每个礼拜领钱很开心的。所以账户的管理他一样用网络网站都帮你管理好了，明细什么都帮你列好了，然后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去分享。
所以我觉得杰斯很棒的地方，他把所有你创业的条件全部都帮你设定好了，你的后台，你的组织的管理，你的钱的管理，你的账务的管理，他都帮你设定好，都帮你做好了，还不跟你每个月给你收钱。那你觉得这间公司这么强大的一个后台管理的系统，你能够不参与这间公司吗？那后面这那个代币的设定，这个我就 不多说了哈。账务管理这些，你要这个是有关你自己的账，有关你自己的组织，你要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去怎么去设定账务。我个人有一个偷吃部啦，我个人有一个偷吃部，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的偷吃部就是，这一个客服。我觉得我们的客服应该是算是我遇过最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客服，而且态度超好的。因为 我的电子钱包一开始不会设定，我一开始不会设定， 那我的推荐人，那我的推荐人那时候也很忙，那所以我全部都是自己在那边摸索。后来我不知道我的有一个领导人跟我说，你可以打电话去客服啊，他会帮你从头到尾设定的清清楚楚。那我就去打了。好，那电话在这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客服电话在这边，啊没事不要打了，哦没事不要打。那有关钱的这个部分，你再去好好去了解，设定不懂了，客服会帮你服务，哦客服会帮你服务。我觉得这个客服真的很。我不得不称赞一下我们的杰斯的客服，好、哦，他们服务真的做得很好、哦、做得很好。那我这边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后台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我这样问比较快，有没有对于后台你想要问的？好，如果没有，因为后台这种东西。今天要用一堂课，其实真的很难把它每一项都讲完、欸、就是、哦、我组织我要怎么去看组织，我组织在哪里，我一堂课真的很难去讲完。那我知道杰斯公司有后台的课，大家一定要去上，那个是实际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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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的课程，那个是 要去上。那我今天讲的是我们后台它强大的地方，让你去更清楚了解、欸、我的后台是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走在云端上面，是很先进的公司，是很先进的公司。那我们杰斯网络运作的三流程，线上会议，线上会议，然后线上会议中要怎么做，然后活动后要怎么做，这个是之前领导人他们去整理出来的网络运作的三流程。我现在有我比较新的流程，但是套来套去一样是在这三个流程里面去 run、哦、还是一样是在这三个流程一样去 run。 就是我们网络运作三流程嘛，我们线上要做线上会议、哦、然后线上的 会议中啊，你要干嘛、啊、然后就是大家提醒我们的伙伴啊要进来参与会议的哦，然后会议后你要做什么，这个是网络运作三个流程。然后再来解释开门的三件事是哪些，大家都知道嘛，注册买一套产品，现在注册不是1024的哦，我们现在注册是930哦，诶 ,960 哦 ,930 还 960, 哦然后分享 960块嘛，我们现在注册是960块，更便宜了。那分享给两个合伙人，然后每个月做好你的重销，你这三件事做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一张是我的新伙伴整理出来的，大家可以把它截图起来。一代二下三代的奖金跟组织人数，这一张是我们伙伴上礼拜、哦、他用去计算出来的、哦、去计算出来，大家去把它截图起来、哦、截图起来。开门三件事，买一套产品，分享两个人，然后做好重销，你就会有这个结果，你就会有这个结果。你只要这个结果跑了12次，你的每个月的奖金
57万3300块，有没有很惊人啊？一代二下三代，那这一张图一代二下三代的盲点在哪边？我来考一下大家，看完这张图，你觉得这张图的盲点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得到这张图的盲点在哪里。这个我之前很早就发现了，那我也跟很多人、很多的领导人讨论这件事情，他说他们是故意隐藏起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找出这张图的盲点在哪边。花木兰， 你知道这张的盲点在哪里吗？是还有那个管理奖金他还没算进去，对不对？其实不只领这些钱。哎，有一点味道哦，可以再讲具体一点吗？有点感觉，有点感觉。你大概知道，你可能大概知道哦。今天我遇到数学题，又掉数字，我就会晕倒哦。有没有人知道这张图的盲点在哪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加入的100分没有算进去？对，100分没有算进去。对，哎，这是红尘大哥的声音。加入了100分没有算进去，那你知道加入了100分算进去，你少领了多少钱吗？有人知道这一段吗？我那个100分没有算进去哦，我那一天算起来好像少领了多少？还有推荐的奖金。对对对对，这只是一代二，好像少领90几万吧，我猜好像是九，我看好像是90几万。我这个下一次的课程我再跟大家公布，这个盲点就是100分没有加进去，然后推荐奖金没有加进去。哦，听说数字蛮可观的。那这里的数字都是整理过的，哦，这数字是整理过，是最新的。已经转换过1:30的，大家可以截图截一下，哦，截图截一下。那，哦，大家知道，我看时间，哎呦，时间今天讲有点超过。大家知道我最近在做网路吗？我在做网路，那网路怎么结合变现？大家有想听吗？想听我怎么透过我杰斯啊，要透过短视频变现的套路？我跟很多人在参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我要结合我们的后台，我现在在做的短视频跟我的后台是息息相关的，跟我现在讲的后台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我今天要讲的趋势，短视频变现的套路，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跟我的主管，我的主管就是重置绿宝啦，他是我们资讯组的主管。那我今天还没有跟他讨论过，我一直很想公布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跟各位杰斯人有什么相关，哦，有什么相关。那我知道我们重置绿宝在线上，那我还是征求他的同意，我可以公布吗？没问题。因为这个我今天是临时起意，我没有跟他讨论过。那我要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最近我们在办的一些课程，哦，跟各位有什么相关。那这是我们最近在办的有关短影音的短视频的课程。第一个就是初阶的短视频，我为什么要做初阶短视频这个实作班，让大家去有接触新人的机会。你只要跟他讲短视频，你只要跟他讲自媒体，你只要跟他讲抖音，很多人都很愿意上课，因为在市面上上课非常的贵，非常的贵，哦，至少到16800、12800以上，哦，所以短视频这个实作班啊，有上过的，我看线上很多人都上过，有人在外面上，你就知道那个价格。那其实原理道理都非常简单，哦，这个你这个话题去跟他说，哦，你是来学短视频的，你不要跟他讲杰斯。第一个，你会吸引到年轻人，哦，第二个，你会吸引到，哦，短视频能干嘛？短视频各行各业适用。好，这些人就进来了，哦，进来了。再来，我们会有一个进阶的短视频的变现班，我会跟他讲说，我们怎么利用短视频去变现，
会跟他讲规划一个完整的路线，你怎么让他去变现？那变现的末端是什么？变现的末端是什么？你只有参加过我的实施班的陪跑班，你才知道我们变现的末端是结师。所以我会帮你成交，导入结师系统，成为你的伙伴。然后第五个，反复的复制新人，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我们资讯组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哦，正在做的事情。大家可能就啊，哦，又有课程要上，哦，又有什么自媒体班，跟我什么关系？哦，自媒体我会做啊，我有些人我做过，我现在也在做啊。但是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系统玩的整个模式是什么，我们整个套路，我刚刚讲了前面变现的套路。套路是这个流程，哦，就是这个流程要帮助大家去更有机会去触及到陌生人跟新人，进而让他成为你的伙伴，进而让他成为你的伙伴。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初阶班，哦，因为台中台北都在敲碗，对吧，哦，都有在说，哦，要上要上。然后再进阶班，进阶班这也是个很深的套路。他上完进阶班变现，他发现他并不了现呢，欸，因为我参加了进阶班，我上完课了，结果我变不了现。为什么变不了现？因为你的后端没有跟网络结合，没有一个后台支撑你，你说你变不了现。那我要怎么变现？好，再来陪跑，我会跟他说，哎，欸，我们怎么变现？透过结师怎么去变现？帮你创造一个创业的机会，好，然后成交，导入结师系统，成为你的伙伴，然后最后我们反复的复制新人。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滚动正在做的事情。有些人，哎，我会做自媒体啊，我也有在拍，我有拍短片啊，我有在拍抖音啊，我有在做脸书啊，我也在 LINE 上面做推广啊。然后呢，没有然后，哦，就是因为这个流程，哦，是要帮助大家能够触及到更多的新人。那我可以请我们的组长，你可以把那个连结吗？连结po上来。那我们八月六号有一个进阶班啊。那进阶班，我们的受众其实不是我们结师的人，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带新人进来。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这礼拜的八月六号这堂课，我透过短视频，我邀约进来的人，一半的人是我的人，我透过短视频。邀约进来，那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流程跟各位都有帮助。那你想要参与这个行程，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跑，我们反复的去复制新人，去创造更多新人，哦，去创造更多新人。那这也是我也感谢重置绿宝，他大力的推广网络这块，只有透过网络才可以跟着我们的平台结合，然后把结师做到最大化。我们不要再往回走，走回传统直销，哦，我们只能，做一对一分享。我们不要，我们不想要走到回头路。虽然我要变成传统直销，我要出去外面开发市场啊，一对一分享，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疫情期间大家有太多借口啊，我怎么邀约不来啊，我上课不到啊，那网络是一个无远佛界的一个环境，哦，无远佛界的一个环境。那等一下我也会有一个新人，他是透过网络认识我，进而加入到结师的，哦，那我等一下，我今天课程其实就讲到这边，我就讲到这边。那我要跟各位一直去推广，就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你在做脸书你也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棒的分享。那怎么做？有方法的。你的 LINE 你也可以去做分享，要怎么透过 LINE 去做，要怎么透过脸书去做，要怎么透过抖音去做，都是有方法，而且不难。让你能够打通那个概念，你会觉得，哎，哦，原来就是这样，我只是调整个方式而已。那重点不是这个，哦，重点是你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人来参与，加入你的团队。我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网络招揽更多想要帮助更多想要成功的人。那这才是我觉得我们在结师做的会更有意义，哦，因为我们想要的都是想要帮助人嘛，哪怕你是帮助他健康，你要帮助他成功赚钱，都是大家想要去做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段。那我后面就把我的主持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哦。那我这边问一下，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问的？想听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如果你觉得你有收获的，帮我打个999好不好？你觉得今天晚上你有收获的，打个999。那维嘉老师，8月6号还有可以报名吗？8月6号可以报名吗？我看一下现在的名单呢。我这样问好了，你想要报名的，你想要报名的，你打55，不管你是北中南，不管是北中南，你想要报名的，你打55，不管你是台北、台中、高雄，我们看到大家想要参与的感觉，好，你想要参与到我们走网络这一块的，好，那线下，我觉得我们都很 OK。那网络其实才是杰斯的武器，网络才是杰斯的强项。要不然我们创办人不会花这么多的钱去建置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网络平台，他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往后20年、30年甚至更久。好，那我们觉得大家有需求，我觉得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名额了啦，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名额有点满了，剩不到5个。那如果重置老师可以开放，那就请我们的组长再把网址贴给大家去登记。那我这边今天晚上我的课程就上到这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花木兰，谢谢大家。啊，我们刷一排666，感谢一下我们的文翔老师好吗？谢谢大家，谢谢文翔老师。OK， 好。那真的很棒哈，那因为主持人就是有这个权利嘛。刚刚看完那个影片哈，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触，想要跟大家线上的伙伴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就看到，就是我们每天借着微小的事情，然后抱着希望的力量去完成我们自己所坚持的梦想，一定会成功。好，在这里也是在鼓励大家。好，那其实在课程的尾声呢，我在线上邀请一位很新的伙伴，因为这个伙伴呢我连见都没见过的，不过他是透过自媒体，就是像刚刚文翔老师分享的，他其实是透过自媒体然后来认识杰斯的。那这位分享者呢，他是博勋。那博勋呢，他是在科技厂工作的。那我们是不是刷一排，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嘛，我们刷个111，然后欢迎我们这位新的伙伴博勋。嗨，大家好。你的麦克风啊，可以分享。听得到吗？好，听得到。哇，年轻人好。谢谢花木兰。还有，好，谢谢，我们来听听看你怎么，你在杰斯的看见，你为什么会想要跟这个平台合作，然后在这边创业。好，谢谢。那大家好，我叫博勋，我今年35岁。那我本身从事的工作是半导体工程师。那其实我在这之前也有接触过几家直销公司。那从第一个认识的是安利，那真正认真经营过的有2间，绿嘉丽跟康利。那但是事实上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我后来又回归到这个传统产业继续认真做。那直到有一天呢，我躺在床上滑 TikTok， 我就看到了一个直销大道理，我就想说，哎，听听看到底是会讲出什么道理。结果呢，真的，哎，越滑越听，还真的越有道理，而且有里面讲的内容啊，真的突破我以前在做的一些盲点，我马上就直接找到那个联络方式，直接联络，就是文翔哥，然后就去了解到底他在做什么。那他就透过他跟我分享杰斯，后来我去听完杰斯之后，我就去分析说，哎，真的跟我之前做的有遇到的真的都不一样，所学的也都不一样。那
举例来说，其实刚刚今天上完课后台的这一个系统这一点真的杰斯真的做得很棒。之前我所用过的我的经验啊，真的没有一家像杰斯做的那么，比如说排版也好啊，或者是用起来的流畅度还有人性化的操作，真的我们杰斯公司做的是蛮棒的，而且他真的很用心在为底下的经销商想，所以这点我真的蛮肯定。那在产品是趋势，这个也没话说。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制度呢，真的是简单呢就好复制。我们说学习力再加上你的行动力就等于你成功的速度嘛。那如果简单的东西好复制，复制的够快，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组织就可以发展的更快？对，那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不一样的点，也是吸引我的点。谢谢，谢谢博勋，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好，我们打一个888，祝福博勋在我们杰斯的这个平台呢能够发。OK， 谢谢博勋。好，其实真的就像博勋刚刚有分享的哈，其实我们在杰斯所看到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去接触过几家的直销公司，那刚开始我当然也会把杰斯这个公司呢，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直销公司好像划为等号。可是你在更进一步了解之后，你就说哇，杰斯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公司，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新的商业模式在运作。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呢学习真的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观念，然后还有我们的后台操作，你一定要非常了解我们的后台操作，这样子你才能够运用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系统来去进而帮助到别人。对，这是一个很棒的。然后还有我们杰斯公司的所谓的教育，就是一个杰斯的学院这个平台这个系统也是非常的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哈，非常感谢。然后我们的聊天室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媒体刚刚维翔老师有放上来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连结，如果有需要想要再学习跟着这个自媒体的学习的伙伴呢，我们可以按这个连结，你复制这个连结然后上去报名哈。 OK， 难得开放的一个机会哈。好，那现在好像刚刚有伙伴才刚加进来哈。 OK， 没关系，下次请早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给你们自己参与的人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内心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谢谢大家哦，谢谢，拜拜，谢谢花木兰，谢谢，拜拜，拜拜。